3, 2, 1, action! Anu, dimakan Anu!警官，我要报案。你要报什么案？我的好朋友失踪很多天了，我一直联络不到他。OK, 你的朋友名字？高失踪。高失踪。OK, 你最后一次见的朋友是几时？啊，大概是一个礼拜前这样哦。这样的话，你有没有你的朋友照片？照片啊？有。别玩嘞。我没有玩啊。这样子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朋友的照片啊。这样我怎样知道他长怎样？他没有长得比我帅哦。你这样讲，我要怎样知道他长怎样？满街都是没有比你帅的人啊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可以认真一点嘛？有没有他其他照片？啊？你要讲的照片，哇老，当然是看到他整张脸的啦。哦，看到整张脸啦、啊。你玩我哈？没有错啊，你讲整张脸吗？他眼睛都没有开，我要讲任何脸。哦，你要开眼睛的哈。哦，有。你可以好好来吗？他的手都顶到他的眼睛了啊，还是可以看到一只眼睛吗？我不要有手顶到的，我要清清楚楚看到他两只眼睛。你够了哦！你讲要清楚看到两只眼睛了吗？不就是这张哦？现在是看到两只眼睛了，可是看不到他的嘴巴啊。嘴巴？好啊，没讲。现在我是看到嘴巴了，但是看不到眼睛啊。哎呦，阿婶，所以现在是要怎样？很多事啊你。当然是要看到有眼睛，还有嘴巴的啦。我们是不是有代沟啊？你讲要眼睛、嘴巴，没有错啊！哎呀，算了啦，有没有你们两个人合照？我们的合照？没有嘞。他不是你好朋友啊？你们连一张合照都没有了没？有错了吗？他们讲越好的朋友就越少合照吗？如果没有照片的话，我真的是很难帮你找到人哦。啊，这样啊。哦，我之前拍 IG story 的时候，我有拍到他。如果是 video 的话，可以吗？哎呀，这么你不早讲，你不早问。哎呀，算了啦，你先打那个 video 出来给我看啦。哦， OK OK。